早在圣经创世纪时代已经有以色列的名字 Israel， 在希伯来文意思是同天使搏斗的人，这个由上帝赐予的名字注定是侵略者的名字。以色列立国50年就已经经历了4次中东大战，邻近国家黎巴嫩、叙利亚、约旦、埃及都有被他侵略的痕迹，侵略的代价很可能是灭亡。圣经的启示录亦都同时预言圣城即是耶路撒冷将会被毁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由以色列开始。一个无名天的国家到底有没有中国人愿意留下呢？哭墙是犹太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，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故乡，犹太人1800年来经历过战乱、被屠杀、驱逐。公元前586年，巴比伦军队攻陷耶路撒冷，所罗门圣殿毁于一旦。犹太人两次重建圣殿，在圣殿的遗址筑起围墙，视其为亡国的记号。今日的哭墙，每一道壁缝都有犹太人一个希望。面对哭墙，中国人又可以有什么希望？39岁的谢婉琴阿 Cam， 他在哭墙下找到他一生的所有。这里很多人要的。这里很喜欢中国人的，很喜欢华人的。他们可以说你真的靓到天仙的，香港你没有搞错你靓。阿 Cam 的自嘲可以说是很多香港中年女人的心声。自从在旅行邂逅了以色列籍丈夫之后，纵使波斯湾战争，阿 Cam 都愿意留下。刚刚的时候就是真的傻更更来的。应该傻更更的，明知有打仗都要来。不是，反而那时候想着不会打仗。那时候反而没有想着会打仗。我那时候想着不会打仗的。开仗那晚呢，他就急召拉出去当兵。12点几拉出去当兵。咁我嗰時候，我記得我淨係識喊，因為嗰時候諗唔到自己係會危險，嗰時候淨係擔心佢危險。咁嗰晚2点几咧，就突然間咧炸彈嚟啦。咁炸彈咧，我唔記得咗係距離我哋嗰度幾多米，我唔記得咗啦。但唔係炸正我哋嗰度。咁但係你就聽到炸彈聲啦，同埋最主要咧嗰啲警報聲啊，嗰啲警報聲咧就鬼扯咁樣樣。即係火燭車咁樣樣嘅直頭，2点几钟開始震嗰陣時，炸彈時，自己係一副貼住張牆嘅，好似咁坐緊咁樣啦，唔係 sofa， 成個人彈起跳咗去第二邊。1990年，轟動全球嘅波斯灣戰爭爆發，以色列牽連當中，好多喺以色列嘅華人都紛紛逃離。當時冇人知道有個香港人生命正受戰火威脅。你有冇諗翻？譬如嗰次救夫咧，你可能隨時死喺以色列噶。嗰一晚有諗過，真係嗰晚真係有諗過，可能會死咗喺以色列。咁嗰時就真係諗到自己爸爸媽媽，覺得自己真係害咗好辜負父母，咁樣喺度咁樣死咗，乜嘢都冇做過。你知唔知你媽咪千叮萬囑呢台咁嘅嘢嚟俾你？哇！乜嚟噶？我哋都唔知咩嚟。唔係話，全部都我媽拎嚟嘅。係。哇！真係過分。你快睇下啦，睇嚟咩？佢係咪成日都會叫啲朋友攞過嚟俾你啊？如果我叫佢真係叫人帶嘢嚟咧，佢真係會叫。但係我次次都叫佢唔好帶咁多。哇！有咩啊？仲有咩啊？一做冇嘢。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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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我就喺上次留低嘅斑馬。媽咪真係。即係好 take care 你啊，即係好照顧你啊，即係知道你行呢方面。肯定，肯定，有求必應先啦。總之，你叫佢做咩，佢實幫你做先啦。對於一個女人嚟講，
下半生的幸福比起任何事都重要，即使要离开自己的父母。你说你先生求你回来，怎么求你回来？他写很多信，讲很多长途电话。讲什么？写什么？不寫，我等我想你回來這樣啦，又不會寫到真的點樣天花龍鳳，但是真的你真的想不到有個外國男人求你這麼多次，等你這麼多年咯。阿 Cam 在93年和 Adi 結婚，戰後以色列政府嚴格規定每一間屋都要有一個密室避難。你看看這裡呢，全部都是鐵，這裡鐵，地下都是鐵。咁呢度咧，原本咧係一道大嘅鐵門咧，一閂冚咧就係密封咗噶啦。係啦，因為打仗咧，好多時都會 cut 咗電啦。咁譬如停電都好啦，譬如而家我屋企突然間停電啦，咁呢間房呢個電咧，即刻就會著咗噶啦。哦，係唔知佢哋個 system 點整咧？1917年，被驅逐的猶太人進行復國運動，佔領以色列1000年的巴勒斯坦人始終要歸還霸佔回來的家園。同樣，為了家園，兩族人不惜以生命換。攝制隊到達以色列前10日，8月27日，在台拉維夫亦都發生了爆炸的事件。一名巴勒斯坦籍阿納人将炸弹放置在垃圾桶当中，知唔知炸成点啊？三间铺头咧，全部啲原本唔系玻璃窗嚟嘅，第一间唔系玻璃窗嚟噶，中间嗰间系玻璃窗，呢度全部都系铁门，全部砰涌晒入去，烂晒啦，全部啲嘢烂晒咧。你见到上边第一间咧，仲系黑色咁样样咧，全部都冲晒炸晒去咯，同埋有廿几个行人受伤咗咯。每个决定影响你一生，阿 Cam 选择在以色列延续他的故事。你冇得离开噶，你嫁嗰个本地人，事业啊、屋企啊，全部都喺晒呢度，冇得咁随便走。你去到第二度，你全部有得重新开始。我已经重新开始过一次咯，再开始过一次，即系唔系咁简单咯。阿 Cam 而家喺以色列中国航空公司做事。丈夫是牙医设备技术员，是家族生意，亦是独市生意。他将会有第二个小生命，将会拥有5000尺大屋。为了这一切，阿 Cam 甚至要做犹太人。咁冇一个国家可以因为读佢嘅教而入到国籍噶。咁当然啦，我亦都可以好老实咁讲。咁我亦都揞住良心，我係假嘅，我唔係真係信佢嘅教嘅。咁我個目標真係除咗了解一啲 background 之外，了解啲 history 之外，咁我亦都有目的咧，我有目的咧係想攞佢國籍。咁如果我唔係猶太人咧，我仔女永遠都唔係猶太人，因為猶太教咧係跟母親嘅。但係當我做咗猶太人之後咧，就算大家唔信猶太教都好啦，咁變咗 automatic 個仔就係猶太，個子孫就係猶太教啦。是猶太人啦，咁呢樣嘢血統嘅維持、種族嘅維持好重要咯。咁你覺得你似咩人啊？有啲咁多混亂嘅啦，真係有香港人。但我唔講自己係，我講自己係香港中國人咯。代表猶太人嘅哭牆，阿 Cam 只係去過兩次，其中一次係入籍儀式。你不可以又吃豬肉啊，又不可以牛奶和肉一起吃啊，你要祈禱啊，你要穿長裙啊，你不可以暴露自己任何的身軀啊，最大問題呢，你不可以跟人同居啊，不可以跟這些還有你是要百分百信他啊，其實我都沒有做到一條都沒有。我有穿長裙，我有穿長裙。阿 Cam 再不需要有任何希望，他已經憑自己找到一切。縱使他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由以色列開始。
咁有啲人話我哋喺以色列，你揾死啫，但係唔係咁講法噶，即係已經投胎已經在世嘅，你會諗我哋有敵人，但係你唔係生咗出嚟就喺度等死，你要唔係反抗，你做好多嘢。以色列人口有546万，有80%是犹太人。犹太人被公认为全球最有智慧的民族，最精明的大商家。科学家爱因斯坦，全球最高票房导演史提芬史毕宝，国际大炒家索罗斯都是犹太人。自命拼搏效率高的香港人，可不可以在犹太人身上赚到一分钱？30年前，第一个在以色列赚到钱的香港人是开餐馆，直到现在唯一赚到犹太人钱的都是开餐馆。中国人在这里以色列真的赚不赚到这里人的钱呢？赚不赚到犹太人的钱呢？应该赚到，應該賺到，而家仲有好多人係賺緊猶太人嘅錢。我知道猶太人嘅錢當然好難賺啦，但一樣可以有人賺到錢。嗰陣時高潮嗰陣時咧，可以賺好多錢啦。多食啲啊！多食，日日翻到屋企數錢咯，覺得個袋滿曬錢。呢個喺地中海暢泳嘅香港人喺以色列。人人都叫他做江師傅，在台拉維夫沒人認識他。 What television? What's this? Hello. Why Pinsomi? Pinsomi? Televisia? La Pinsomi? What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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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?在以色列开了20年餐馆的朱允光，可以说赚足20年钱。他每天都会亲自去到台拉维夫的大型露天街市那里买餸。要在以色列立足，首要条件就是要好像江师傅那样讲得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话。Hi, Mr. Shem Jiglim. Tell you, Timmy. Hey, Abish Belka. 賣魚老闆見到江師傅今日有電視台嘅拍攝，就夾硬要佢買多兩條魚啦。你都比較樸素啲啊。嚇，冇錯。佢點覺得你會有錢？佢知你開餐館，梗係有錢啦。佢有生意做，咁你生意梗係有錢有薪度嘅。咁你又都有錢收入，又都有錢嘅。咁好多人都做生意咯。咁學你話齋，中國人有啲都食到喊噶嘛。係啦。咁中國人蝕咧，佢哋都係有錢有身度嘅。講你幾多身家嚟？幾多身家？我冇錢噶，蒙證噶我。唔會講噶呢啲嘢。通常係咁噶啦。係啊，唔會講。問你有幾多錢身家咧，就最好話冇噶啦。點講？江師傅嘅餐館位於台拉維夫大使館區。餐館不算大，亦不算特別，但是盈利相當高，因為在以色列，它是唯一一間有通菜食的餐館。很多人要問我，我可不可以吃紅菜啊？嗰陣時我覺得是一種特別的手法嚟嘅，都係呢種係因為吸引到他哋嚟啦。一碟紅菜啊！你而家你賣幾多錢啊？30個 circle。
三個色好似係幾60蚊港幣啦。係啦，差唔多啦。係咯，一碟控咗60蚊港幣喎，都幾犀利啊！咁啊，呢度生活水準高啊嘛，你冇可能會買到20個色夠㗎，20個色都唔係錢。但係60蚊入邊，我諗有55蚊都係賺㗎咯，會唔會啊？59蚊賺。種通菜嘅鐵兜係喺地盤執嘅，而通菜又非常之粗生，淋下水就已經有收成，絕對係無本生意。見到通菜好賺，江師傅索性就種埋韭菜、苋菜，甚至搭棚種水瓜添。刀聲。哇！幾大個？自己種嘅呢啲，好開心啊！覺得。江師傅話：喺度賺錢唔係難，尤其係以前嘅香港人。不過就賺得一啲都唔光彩。即係有個開餐館啦，攞嚿火雞肉。唔好講名啦。啊，費事講個名出嚟啦。可以變火雞肉，可以變豬肉，可以變牛肉，可以變鴨肉，可以變排骨。火雞肉啦，火雞肉點樣變用牛肉先？擺呢個擺一個黑點變啊？都話你變到出嚟嘅，可以用乜嘢啦？用啲老抽咯。嗱，整到黑，你又唔好整到咁黑喎。但啲味都唔同啦，唔同啊，係咯，貴佬唔識食啊嘛，咪所以變到出嚟咯。排骨點變啊？都冇骨。咪對呢條竹枝落去咯，當骨咯。平成點啊？即係如果你照比翻火雞肉同牛肉同排骨，點樣比法先？哦，火雞肉咧係平好多啊，平火呢意思嘅火雞肉咧又係例如啊5蚊美金啊，例如5蚊美金啊，火雞肉一公斤啦、啊。咁啊，其他牛肉啊就係6蚊美金啊，7蚊美金咁咯。嗰時啊，冇豆豉，我哋揾啲鑊撈做豆豉。咁啊，但係做下做下做衰咗中國菜啲名啦。有啊。係咯。係啊，所以咪執笠咯，好多餐館開咗之後執笠咯。猶太人好少出外食飯，普通食一餐薄餅都要500-600港幣，平時多數就食中東包加豆醬，食中餐。最多都係1年2-3次，所以物以罕為貴。So you know how to eat this? The rolly with the vegetable sauce together. 江師傅收費1國2制，中國人120蚊港幣一位，任點送；外國人就照價收費。哦，湯啊，最好賺嘅湯啦，係咯，湯同湯啊，例如。粟米湯啊、酸辣湯啊嗰啲咁嘅好賺咯，鳳湯你都好賺。一碗可以賺幾多度？哇！嗰啲啊，嗰啲成餐嗰啲啊，哇！賺得好犀利啊！嗰啲係3蚊美金可以賺到2個幾人錢美金，兩個幾人錢美金。好犀利喎！真係。好犀利，利潤好高。中國餐咁好賺，因為外國人唔識食，所以春卷、咕嚕肉同中國沙律亦都成為以色列三寶。一年賣幾錢啊？個春卷？我而家賣2-3蚊美金喎、啊。即係圍到香港都成20幾蚊咯。係啊，一條兩條、啊。兩條好細條㗎。哇！好犀利啊！係啊，咁係要賺呢啲㗎嘛。江師傅住嘅屋家具寥寥可數，話佢冇錢真係有人信，但係中國人有錢又點會俾人知？我點賺嗰陣時咧，咪放喺銀行度。你點樣咧？你點樣收埋啲錢？咁放喺袋度咯，啲生意咁啊袋喺度，即係有啲錢喺度咯喎。以前我有一個幾錢一袋？呢度有幾千個 set 個，有1000幾美金。好似嗱，你又唔到錢啦，咁咪剩好多咯。冇喎，我有其他消耗，其他消耗喎。我去旅行啊，有其他消耗啊，咁啊又係各有各消耗嘅呢啲嘢。其實江師傅唔講。憑呢幾幅相，都知道佢喺以色列嘅生活係幾咁多姿多彩。相中嘅女仔都係佢10幾年嚟嘅女朋友。我老婆唔喺度嗰時候，我又有；我老婆喺度冇，即係女朋友啫。嚇、啊，女朋友，我老婆喺度，我唔敢。會咩咯？我女朋友唔肯，我老婆唔肯對咪有咯。我都需要有個伴得㗎。你最留戀嘅時候，廿年入邊，你邊一段時間你覺得最？係1988、86、87、88、89呢4年。點解咧？
我老婆唔喺度。江师傅嘅太太而家都唔喺以色列，佢几年前已经移民去咗美国，因为佢觉得以色列冇安全感。为咗逼江师傅离开，佢卖晒屋里边所有嘅家私，甚至唔肯为江师傅有下一代。我去咗美国可能会生。但会唔会你自己而家即系仲有啲遗憾咧？冇遗憾喎，冇遗憾。我一世人冇遗憾过。仔女都冇。因為遺憾就係呢個可以講得誒，或者第日有咯。之後隔時間我老婆要即係要嘅話就肯嘅話就或者會有。一架爛單車，一間寡佬屋，一間餐館，都唔係江師傅要留戀嘅，要走亦都唔困難。唯一係放棄唔到半生奮鬥嘅成果。同埋二十年嚟開心嘅日子，始終都係我諗最終嘅目的地都係翻到香港去。以後你會諗住翻香港嘅，始終都會翻到香港。點解？咁你出邊生活咗咁多年，都覺得已經夠啦，足夠咗。一个冇希望嘅国家，只要有机会，都会有华人拼搏。但系难以想象嘅系，沙漠里面都可以寻找到华人嘅足迹。一个香港太子女，甘愿放弃一切，嚟到以色列边境人烟绝迹嘅沙漠。五年嚟喺沙漠耕田，佢喺以色列走嘅路比任何人都艰难。听晚。我哋去到以色列南部，踏上沙漠嘅绿洲，寻找他乡的故事。